姥姥，这猪肘子烧成这样，能吃吗？你小子不懂，这样烧才好吃。这玩意儿黑不溜秋的，还能吃吗？臭小子，你等着，姥姥做好了你别吃。姥姥，这么好的东西算是被你作废了。姥姥做出来软糯香甜，你能吃五根？又骗我，一口吃得动吗？姥姥，你这手艺哪里学的？我回家让我爸也做。闻到香了吧？想吃的给姥姥点个小爱心呢。来，圆吃。姥姥你真厉害，这也太好吃了吧。这么简单，回家叫妈也说。